我的，赶完海估计都可以天了，咱们快点去吧。看我刚下来还没往里走，就在这碰到一只公鸡哈，我去，公鸡力还挺强，来看一下它是公还是母呀？公的，好好瘦，好好肥的样子，好肥也感觉，瘦了啥？跟拳头这么大的，个头还挺重啊，回家一个就吃饱了，瘦了它。来这边继续看看，哇哇塞，石头底下果然有大货呀！我给你们表演一个徒手抓螃蟹，看，看它厉害吧？举个大钳子要攻击我，别看它的钳子细哈，夹着几瓶就螃蟹，害怕我就问你们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给它瘦了啊！哎，我捅的，我捅在那边。出来了，只是它钻不动沙，你看一碰它，它都全回去了。哇塞，期待已久的捏沙呀！我要捏一把，我要捏一把，过瘾过瘾！哇，爽爽爽爽爽歪歪爽歪歪，解压解压，你们想不想捏呀？哇塞，这个水呀，哇哇，在这里抓的墨叶螺不错啊！哎，出乎我意料，我还寻思去沙滩上看看。哎呦，好多水呀，这只墨叶螺。吸毒了，往桶里啊！刚来抓到一个墨叶螺，好开心啊！这是个垃圾，带出去啊！慢慢抽一下看看，哎，哇、哦，好大的螃蟹！看，看这里还有一只墨叶螺在这里，哇塞哇塞！哇，它吐舌头了没？它吐肉了没？你它的这个肉出来的少，
干，我一拿它，它就想往里吸，它就想往里吸。哇塞，这个手也不少，但是这个比刚刚那个少一点。哇塞，这手感真好，真好。哇塞，哎呀，柔柔的，滑滑的，软软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嘿，你们说它疼不疼啊？不知道哈，这个猫眼螺这么大呀，看我收了啊，我们继续看石头底下有没有活。石头的，石头的底下没有，怎么办？看看这个底下，嘿，呦呦，这好像谁发过，没有。我看这石头底下像有八爪鱼一样，看有没有？哇，这里边是空的，跟你们说，空的肯定就像有的样的啊。但是这个石头太沉了，我拿不动啊。看这里。一个那个猫眼螺一只，今天好多猫眼螺呀，但是我还想看看这里边，你看有吗？没有。好，放下，我把这个猫眼螺收了。呦，这个好小，我看着，你看它的肉在动，收了，它要吸，它要收了，它要自己缩进去了。准备好啊，请观看我的表演。哇！这水刺好高啊！哇塞，太过瘾了！哎呀，今天这里的猫眼螺比沙滩上表现还好呢。这个个头小一点，比前面。大长脸，你看这底下像有活的样子。再把这个垃圾带出去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在这个石头底下好沉。哎呦，那个螃蟹还不小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不到，吃的，但是吃不着。这个还拿不出来。哎，我看底下坑了一条八爪鱼，看。哎呀，我把这个带出去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个什么鬼呀？来，把它带出去啊！小八爪鱼拿了它，那个小八爪鱼，你看，哇塞，快看看，它也是在反抗了，它知道我也给它带走啊，它发现敌人了，收了它，这个带出去，走。你已经拍到他了，你怎么不叫我过来呀？嘿，你就知道你发现大活了。看，这是一只大鲍鱼，还活。你看，哇塞，好鲜活，肉还好多，个头还不小。目测一下，10块钱一只的，我给收了啊。走，看，我刚要翻一下这个石头看看，过来就发现一个大蛤蜊。看看石头底下有没有八爪鱼？今天八爪鱼很少，湿底的没有。这里是空的，来。来，我摸一下啊，哟，到底了没有？看，我戳一下，没有货。哟，下一个石头看看。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蛤蜊，这些石头底下没有八爪鱼吗？这个蛤蜊好吃啊，收了它。嘿，上期我问你们哪个蛤蜊好吃啊，我刚刚告诉你们了，这个黄皮的好吃啊。走。哎呀，